这名加拿大女孩叫卡拉迪约迪布鲁利，刚出生的时候就特别小，只有 1.2 公斤，被称为拇指姑娘。一岁时的她就跟一罐可乐瓶差不多大。当时卡拉迪一出生，医生就说她活不久，但没想到在父母悉心照顾下，卡拉在一天天的长大。5岁时和3岁的弟弟坐在一起，就像弟弟的洋娃娃一样。